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哇哇！哎，大小。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打造出一个职业，就是它可以直接一个职业打掉一个区域这样子。这样的话，那个应该就完美了。来，哎，这里好暗哦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之前试玩版并没有这个机制，哎，村民只能锁定被灯火照亮的位窟来攻击。我干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是女的，哎，女的可以变大哥哦。暗迷猫下面的跨宝，指派村民来点亮灯笼。哦，干，还可以点亮灯笼哦。来点一下，然后这个嘛，这个法师定身的，我们让他在这边好了。哎 ，OK， 完美。大哥打那边，我打这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嗯哼，嗯哼。怎么没有人走大哥那边？你们，哎，你等一下，转头然后又一堆这样子。哎呀，他这个血好像会扩散呢，哇，好可怕，啊，我的天啊！哇，啊，你们都没有人要走大哥那边了，算了，大哥你去那边好了。大哥我很累，大哥帮我加班一下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你漏掉了，大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觉得体验版大哥比较强哎。哦，哦对哦，因为这边是暗的哦。啊，那应该把大哥排在这边啊，我误会大哥了啊，误会误会，赌一下看看好了。啊，注意哦，嘿嘿嘿。哦，不过我们这样下一区有点危险。OK OK。OK OK OK OK。哦，干，有这家伙。不是呢，我要一个人守这个门了，各位。哇哇哇哇！哎 ，OK。保持下去，只要不要有一个姥姥，我觉得 就 OK 了。敢如果再出来一个姥姥，我就会疯掉。啊，那底 buff，那 buff 真的太夸张了。有下。啊，不会吧？不要啦！OK， 带掉带掉，我直接大招放下去了，受不了。夸张！哦，白天哦 ，nice， 来，赶快！我们应该东西都拿完了吼，通通塞门口，全部给他塞门口吗？哎，欸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，欸，我两个大哥塞在这，一个法师塞在这，弓箭手一个在这，啊，另外一个也在这 ，OK， 塞爆他们，厕所站住！哈哈哈！我靠，这么刺激！哇，大哥直接挡欸。OK。欸，堵门口好像很有效欸，真的欸，堵爆他们这样子。哎呀呀呀，来了来了来了。
来来来，我觉得有个问题。等一下，这个大哥好像不行，你要一起站在这边，我觉得。哎哎，对对对对，哎嘿嘿，对对对，好爽啊！来啊来啊，还有谁？没人哦，罢了，好爽。好险他没有跟洛克人一样，就比如说哦，你必须几天内把他打完，有没有？哇，如果他有天数限制的话，应该吓死。欢乐的过去 ，OK。还有一关哦，欸，各位，还有一关呢，我天哪，哇哦！哎，哦，没有，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。哦，这个关卡感觉蛮多的哦。不会吧！哇！百足欸，等一下哦，我觉得是要快速指派人来点灯。看到他了！哎呀，这啥回？哦，好恶心哦！哇哇哇！哎，大小，哦，定身，而且他好像要定身才可以那个。哇，等一下。来了！我靠！我觉得这次是要定身欸，感觉他的弱点是定身，定住之后才有办法打他。行了，好，进攻！哦！哇靠！哦，欸，全点量会这样子哦，我懂了，懂了。哦，他全点量会直接整个照亮，然后并且拖慢他的进度，这样。干，砍不到另外边。哦，可以。哎，哎呀，哎呀。漂亮哇！哦，我要来迎接没看过的职业了呢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好酷啊！降服百足女郎，你不觉得那一颗东西很像寄生虫？我真的觉得卡普空在做很恶心这方面还蛮有天分的。三分钟内，哇塞！我觉得他这个越后面越好玩了。然后他每个据点都有要你去建设的东西，然后建设完之后，大概就是可以回头拿一些东西，还有这个啊，建设成功之后你就可以获得产能，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啦。嗯，哇，建设完毕，各位你看，哦，这样就可以领取报酬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完成整个村庄还会提升世代的体力耶！哦，结晶池哇，干了这个超级需要各位，这个绝对要。我先来强化一下这个弓箭手。OK， 弓箭手强化完毕之后，我们要用这个把它的范围扩大。好，这边结束了。准备前往下一关。